下在场会玩狼人杀的举手一下好不好？OK， 那就让你们两个石头会玩，就是略懂啦，略懂。刚刚皇帝就已经说，他说我跟你讲，我今天一定会杀掉全部人，还打赌啊，他说我一定可以要500块。没有打赌是魔王说的。你们是不是真的很缺钱啊？魔王就在赌。没有，没有，魔王就是一个赌徒，但是呢，我没有在开玩笑，我今天真的是觉得真的假的。天黑请闭眼，狼人请睁眼，狼人请互相认识。你要杀的人是。请闭眼，预言家请睁眼，你要认的是。预言家请闭眼，女巫请睁眼。你是故意的，是不是？你要救他吗？亮请睁眼，三号被杀了。我没有在开玩笑。杀掉全部人。三号被杀，被杀，三号被杀。我就是个平民，跟我长一样。杀我，拜托，我是好人。没什么好说的，让大家猜。姐姐是不是不知道大家在干嘛？好，我也是个好人啊。我有时候怀疑自己是间谍，那我先不怀疑。我已经都知道狼大概是谁了。这边真的有一只狼，因为刚有狼的时候，这边我听到声音。天黑请闭眼。好，我们狼人请睁开眼睛，互相认识。那个要睁开眼睛互相认识哦。到底是谁啦？谁超白痴啊？等一下，这样狼太明显，我已经知道是谁了。这狼真的太明显。这狼太明显。继续，继续，继续，继续。等一下，已经有人睁眼，我们重播了。有吗？重播？有吗？等一下，我有。就是你，我就知道是你。这什么失败的游戏啊？我在里面不当。每周一晚上8点，麦卡杯。口令名：同居时代。记得订阅 YouTube， 还有追踪 IG， 还有按赞 FB。